只小熊在练习爬树，另一只在下面保护，然后非常有规律的换下一只爬树，再换另一只在下面保护。姐妹俩就这样互相保护，互相学习。那爱宝呢？你已经烫成了球，回家妈妈还说怎么这么瘦，然后你往你嘴里塞个肉包，好好吃饭一口都不许少。爬完树，两只小熊自己玩了起来。终于爱宝吃完饭了，可怜的灰宝就这么被妈妈逮住了。这母爱真是太热情了，爱宝的母爱来得又急又猛烈，灰宝完全招架不住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最后两只小熊的结果是，哎呦我的妈！